那么接下来还有我们今晚最后一场民间功夫挑战赛，这是一场咏春对搏击，率先出场的是咏春大侠丁浩。接下来出场他的对手，在今晚已经战胜过太极师傅。那么这位选手他是江春鹏的徒弟，我们有请红方陈景云阿虎。阿虎今晚第二次登上擂台，这一次他对战的是咏春大侠九枪上武咏春拳馆长丁浩。现场最后一场压轴的比赛，全场给他们一点欢呼声、呐喊声、鼓励声。比赛马上开始，场上裁判吴豹。最后一场比赛，民间功夫挑战赛，啊，咏春大师，哦，这个是民间功夫啊，所有的动作都可以用的，啊，包括肘击。啊，他们现在大家都看得到，戴的是非指手套，啊，不是戴的普通的拳套，任何动作都可以用。啊，两个人都比较小心，因为毕竟这个手套是非指套，啊。比较薄一些，啊，这边这边比较重，啊，男性的这边可以，医生，
打下来了，组织下来了。回合1分14秒 KO 获胜。本场比赛颁奖嘉宾深圳承德兄弟娱乐文化 CEO 曲俊杰先生，江门日报新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万雄先生。这是今晚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江门的朋友们到我们的现场观看比赛，支持中国搏击事业的发展。再次感谢，咱们下一站深圳站不见不散。